望的人上介水，希望永远看相随。听阿扁啊主持的《有梦上水》，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平安，大家好。我是阿扁啊。非常欢迎，也非常的感谢咱大家准时来收听每礼拜日会知影是10点至11点所播出的有梦上水的节目。今仔日阿扁啊，首先要来介绍特别来宾。有的人讲阿扁啊熬读册，其实比阿扁啊更加熬读册，就是今仔日的特别来宾。陈思孟教授，永远第一的陈教授啊，非常欢迎你来到节目的现场啊，甲大家来请安问候一下。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早安，大家好。今天非常的荣幸吼，会当来这个阿扁的节目啊，来接受伊的访问啊，伊讲我拢。对的，这个不敢当了哈。都有影代志。是，我实在无想到哈，讲经过遐侪时间了以后，即个会当伫即个电台哈、电视台节目啊，和阿扁啊做伙，这是我真正过去哈，更加面貌嘛想袂到的代志。其实呢，咱的认识啦，吼，时间你讲长真长，其实嘛真短嘛。我看你是有一条纸，这要来证明讲你甲我的识识，就是我咧选立法委员的时阵，1991年嘛，是哦，迄当时来你邀请，你咧讲啥？迄当时伫证件台咧讲啥物主题？我和阿扁啊吼。熟悉真正是结缘吼，是1991年的时阵啊，迄阵啊，变啊咧做立委嘛吼，啊，有一届我一个好朋友，我那在咱密中诶，嘿，伊我那是便秘啦，啊，伊就讲迄个啊，变啊立委要有一个问政说明会啦吼，啊，讲叫我去看会当去徛台者，好，所以迄天吼，我就是准备个一大堆，就是要去讲迄个郝柏村的6年国建的迄个批评啦吼，就是讲评论这个6年国建的代志啊。这迄是我属实是第一届吼，和阿扁啊个人，我那是第一届用台语去做一个问政说明，啊，结果。公布五分钟，郑宝清哈，郑宝清伊做司仪啦，伊的招来头前哦，搁三分钟，这拍摄这拍摄，因为迄个可能我迄阵吼，就是讲了伤过复杂啦，讲了伤迄个啊，所以尾啊就是伊就讲啊，新界先迄阵冇在场，伊就甲我讲啊，你讲了袂歹啦，啊，你的讲稿吼，因为我写几大页的，伊讲你的讲稿吼，我会提起给阿扁啊，伊伫立法院咧咨询的时阵吼。伊会当把遮个讲稿吼，伊会讲出来，结果真正的无一礼拜，我伫报纸看到，
边啊哈，伫迄个立法院咨询郝柏村啊所讲的，啊喊我所写的吼，实在是有关系啦，有差不多侪。另外是等于二十年前的代志，二十年前的代志，而且就是边啊，迄种。哦，你看有一个叫做单委员水平门前说明会邀请函啊，微情啦。对，九百九百啊，九一年三月七三。哦，真感谢哈，多谢多谢，做纪念。啊，确确实实啦，那当时咧选举啊，哈，咱不是讲啊为着要当选，咱有一个任务甲责任啦，就是爱做运动啦，爱做教育啦，啊，所以咱绝对会邀请哦，即个非常重要、有名的大学的教授，卖讲上课啦，哦，就是爱选择。这的政治理念，这就是当时啊，我的想法啦，啊，真感谢哦，啊，二十年前安尼无去啊，啊来斗下手安尼，啊，其实咱今仔个啊，要来访问啊，咱永远第一的陈思明教授啦，咱就爱伫伊的名开始讲起啦，真正有。真侪人不一定完全了解，是讲人咧号名，像我这款名，哦，会使讲有够爽的就对啦。不过嘛，爽到有力，哦啊，但是陈思明的名是安怎来吼？哦啊，我所知影，哦，唔知对唔对啦？你是先有英文名，哦，啊，了到有中文名嘛？是啊，英文名是老爸号的嘛，叫的嘛，吼。啊，中文名是阿公嘛，对，咁是安尼。是。迄阵，因为阮爸爸伫美国咧留学啦，对，康奈尔大学咧读硕士啦，对，啊，所以话啊，我出生了以后，伊就给我号一个英文名哈 ，Sherman， 嘿，啊，结果，诶，伊就讲迄个中文名，请我阿公哈，阿公来号，因为我出世的时阵是1948年，啊，但是我阿公死的时阵是1941年，啊，拄啊100天以后，我出世11月13日啦，13，对，加3个月9天，对，嗯，啊，所以伊拄啊会当给我号名，伊就给我号思梦哈。啊，首先，这个伊的意思不是讲孟子啦，伊不是讲爱学习这个孟子，不是这个意思。伊这个孟哦是另外一个人啦，而且人伫后汉的时代哈，伊是叫做陈尊呐，尊秀的尊呐哈。啊，陈尊，但是迄阵呢，朝中有两位大臣哈，拢叫做陈尊。啊，所以一般人都拍分嘛吼，唔知咩叫，啊，结果就是照这两个人的个性，是讲因的行为哈，啊，一个叫做陈孟公，啊，这个孟哈，因为这个是好官啦哈，啊，另外一个是那萧鼎那咧较卖的哈，啊，所以因大概合作叫陈金座啦哈，因为。真的是惊啦吼，啊做的是坐底下呀，啊大家拢惊，拢惊啦吼，啊所以意思就是讲，这个人，这个派的这个官，伊拿来坐落的时阵哦，大家拢架靠的走的，拢走个无半个啦吼，因为拢不爱喊伊做会啦。啊，所以我阿公是讲爱我学这个陈孟公安尼啦，是，所以这个意思真清楚啦，吼，啊，你嘛有做到啦，哦，啊，这是阿公啊，你号的中文名嘛，是，哦，啊，莫怪啦，啊，实在。阿公是咱所知影，蒋介石伊个文胆呐，学问足百个，啊，所以唔得好个，啊，家人好命，无像我个命家人爽。哦，啊，当然，咱嘛知影讲啊，这个英文名，这个 Simon 哈，哦，啊，这啊，伊个意思就是讲剪迄个羊毛的人嘛，哈，啊，羽毛迄个隐喻啦，哈，哦，讲爱认，就是认真、聪明，哦，啊，这个可爱啦，啊，我就注意讲，哎。啊！你啊，英文名内底有迄个可爱的迄个意思吼，啊，我还感觉你一世人实在够可爱。我所知影，你38岁才开始咧收集这个碟啊啦，
哦，是啊，收藏迄个珠嘛，哈、啊、大珠小珠，你看讲今仔日咱的迄个一种特别来宾哦，规身躯啦，哦，你看啊，猪啊，吼，看啊，加这个外套嘛，猪啊就对了哈，哦啊，所以咧，知影讲伊安尼真正吼对珠吼啊情有独钟啦，是、哦、啊，我是要来哎你请教，为啥物对猪啊安尼？大珠小珠，你收集遐济，我听你讲，可能有起码五千件以上啦。是，哦，这样的养猪大户，啊，到底有啥物意思？啊，你的所谓的这个猪仔哲学，你对几件呢？盖大生哦，是当然是因为我替迄、那个啊，有一个叫做票券金融协会啦，迄个张之凯哈，张立功，就是咱金融界先拜了哈。啊，伊阵请我去写一篇关于票券市场的这款的问题，迄个文章，啊，我写了后，伊感觉真满意，所以伊迄年的年会哈，都有请我去啦哈。啊，年会有送一个纪念片，就是一只猪啊，迄个指证啦，指证，嘿。啊，我看一只猪啊，真够水，我都真欢喜。啊，都迄阵拄啊好，有一个机会，读到一本书。是丘吉尔的自传啦。丘吉尔啊，这个英国的首相哈，伊就写讲，伊有写三句话来，伊讲哈，鸟啊是啊看人哈，拢真自傲啦哈，啊狗啊在看人的时阵真自卑啦，哦，都想要讨好人啦，啊，但是猪啊呢，伊讲是。平视众生呐、啊，底下看人，还是还是相共，无啥物自卑也无自大，就是安尼。啊，其实嘛是自信啦。对，啊，但是丘吉尔讲这话吼，伊熟悉的是因为伊的政治那政海浮沉真固嘛吼、啊，有的时阵做有名，有的时阵做受人尊敬，啊，有的时阵去人打压，所以伊讲伊交到这政治人物。哈、哦，伊讲伊上界无介意，就是有的人是自傲，看伊无气；有的人是自卑，吼、哦，都一直甲巴结，一直甲讨好。伊讲伊希望讲政治人物哈，会当你看的时阵，大家拢会当平视种平视的，拢唔通有这款的其他的这款的想法。是啊。我嘛了解讲吼，林爸爸啦吼，陈、慈嘛吼，现在出道一次。啊，本来阿公是爱伊吼，迄、那个爱读这个陆航院啊。是。哦，阿公中国以农立国嘛吼，啊，这个农业嘛当救国啦。啊，但是爸爸的意思，伊是爱读中央政治学校嘛，咁、是安尼。好、哦。啊！但是尾仔嘛是照爸爸的意思啦，阿公的意思啦。对，迄阵就是因为阮爸爸是迄个大汉囝，对啊，长子啦，对。啊，所以迄阵的想法，传统的想法就是讲长子拢爱持家嘛，拢爱照顾这个家庭啊，所以就讲叫伊去谈农啦。啊，结果伊确实嘛是谈农，啊是啊嘛是健康啦，是啦，对啦。啊，一世人拢总甲农有关系嘛，对、哦。啊，所以伊去美国读康奈尔大学硕士的时阵，啊，你就是伫遐出世嘛，对。哦，啊，你一回的时阵，甲爸爸啊来台湾啦嘛，咁是安尼。迄阵我那有一挂曲折啦，迄阵的我一回的时阵吼，因为。中共吼，迄边伫要拍到上海。对。我的阿嬷，因为我阿公的祖上嘛吼，啊，阮阿嬷剩阮阿嬷一个人伫上海。对。啊，阮爸爸就听讲吼，伫上海伫要危险嘛，啊，所以伊就规家叫阮叫，就是规家吼拢坐船，讲赶返去上海，要向阮阿嬷做伙。哦。啊！但是船驶到迄个日本的时阵，哈、啊，结果就是广播内面就讲着讲，迄个中国的军队已经在上海已经给退起来了，所以迄个船长呢，
迄阵中国的中央的讲啊，你爱照原本的迄个航线哈，继续驶来上海。啊，但是迄个船长可能是我国民政府的。哦。啊，伊就讲啊，安尼袂驶，伊就临时决定讲驶去吉隆啦。哦，是安尼来。一回就到吉隆，就是因为安尼。是，所以这嘛是天意啦。对了，对，我阴错阳差哈，阴错阳差，真的是安尼，是啊。那么怎样讲？啊，你台语讲到这连好哈，这嘛跟爸爸哈啊来台湾了后，哦，伊的头脑有关系嘛？我看过去的那个记录啦，哦，爸爸迄当时差不多在南台湾嘛，哈，对，啊，差不多在咱台南，哦，咱讲啊。这个糖厂啦，哦，啊，伫这个新年糖厂大过，对，啊，个咸水的换来糖厂，啊嘛做过桥仔头，桥仔头糖厂，啊，迄个糖厂的厂长，啊，个是这个哦，台南这个糖业试验所，那服务过嘛，吼，啊，尾啊嘛，个有去到菲律宾，哦，这个联合国的农粮组织，迄东西，咱那个是联合国会员国嘛，啊，伊尾啊是去菲律宾的迄个亚洲开发，对对，啊个亚洲开发银行，对，南无嘛，嘿，哦，啊，所以你伫南部大过，啊，所以伫一中啊读过，对啊，确确实实，我伫南部吼，就是。一回开始，拢啊，就是叫边啊，拄啊所讲诶，就是开始是新年，哦，啊个来换来，啊个来叫阿头，啊个来迄落糖业试验所啦，对啦，那东西差不多讲台语，拢是讲台语啦，对，同学拢讲台语啊，啊我有个讲好笑，就是讲我伫台东国小，台南诶台东国小诶时阵，我去读三年诶时阵，我规班咯，跟那。一个另外一个外省的，啊，另外迄个是查某，啊，所以查甫和查某袂当讲话，啊，所以的你若要讲话，就是一定爱讲台语啊。是，啊，所以伫遮吼，咱就过来讲着吼，你安尼伫一个台大吼，啊，你到迄个美国嘛吼，俄亥俄啊，这个州立大学诶，这个经济学的硕士。博士嘛，啊，倒转来伫台大经济系来咧教册嘛。哦，啊，尾啊，你慢慢啊，对着政治这款的关心啊，社会运动的这个参与嘛。哦，啊，伫1990年，哦，啊，你着来参与着反对军人组阁啦，对，反对侯伯村来做院长。哦，啊，刷入去1991年呢，哦，你来推动这个废除宪法100条嘛。哦，今仔日台湾。哦，不再有所谓的政治犯啦，哦，言论袂阁叛乱安尼，哦，啊，当然，伫1992年呢，哦，啊，你嘛来担任着柯信良主席迄当时的党的秘书长嘛，哦，啊嘛加一个张总统，哦，啊廖中山等70几个吼，来即个收入即个外独会啦，外省人台湾独立。哦啊，即、这个促进会哈，啊，为什么有这款的这个转折？熟悉的是，迄阵的学校吼，的我唔知讲读台大还是台大，啷会使，啷会使哈，啷台大啦，台大是。啊，伫迄个学校内面吼，我本来合作讲是大学是一个那象牙塔，上盖清气，政治未改的，啊，事实是完全倒变啦。伫台大内面吼，我那是大学内面吼，我那是足侪政治的迄个恶手吼，伫内面啦。哈，你若要做啥物系主任啦，要做院长啦啥，拢爱都是。一定爱国民党诶，啊无是无法度。啊，但是阮迄阵就是感觉讲，大学内面诶真侪应该爱改诶啦，上过官僚啊，上过政党诶迄款诶气息相当，啊，所以有组一个叫做台大教授联谊会啦，迄阵张忠栋啦、黄武雄啦、贺德芬啦，是，遮诶人拢有加入，啊，结果即个团体呢？要成立的时阵，
刚开始的时候，国民党是一直打压啦，因为迄个北支青党部啦，啥物啥，拢甲你警告啦。我爸爸嘛是接到我阿哥诶，迄个职工的这个电话哈，我职工是国民党的迄个文工会的副主委，伊打电话来讲。啊！你叫恁囝吼，唔通搁参加这哦、喔，因为政府无允准哦，讲袂当大学教授袂当组织团体哦、喔，是 是啊，所以阮啊差不多每一个人拢有受到一寡压力啊，但是阮阮阿甲做落去啦，啊做落了以后无一无两年就去国民党的党员的教授甲颠覆啦，规个甲。理事啦，啥物理事长啊，拢变做国民党因遐个人。是是是。啊，所以我都足愤慨，我感觉讲，你这个国民党，你伫中央政治，你伫遐底下了翻云覆雨哈，啊，连学校、学术界，你也咧做这款代志，我足受气的。所以我迄阵就开始，真正是参与，较参与着，像阿边啊，迄个文件啦，对，是。所以有一个觉醒啦，就是感觉讲国民党的这款的政党吼，是袂使。啊，所以你唔得。讲安尼十八岁嘛吼，咱伫新光岭时阵，你入党参加国民党，但是尾啊嘛是因为安尼，伫1992年，是91年，吼在推动这个废除宪法18条的时阵，你才退出国民党嘛，是啊，佮加入民进党嘛，是啊，尾啊佮做个民进党的党的秘书长嘛，是，对，台湾就是差不多是安尼。啊，所以讲到家的时阵吼，有两个故事啦。我想讲，哎呀，你啊，小可安尼个纠正一下。啊，我也相信啦，这嘛你公开捌讲过话啦吼。第一届呢，就是2003年的正月30啦。哦，啊，你卸任这个总统府。秘书长了后，啊，我伫总统话里即个寿星嘛吼，一等锦星勋章啦吼。啊，你伫时阵你嘛有讲话啦，啊，你有讲一段话讲吼，恁妈妈我伫话咧的时阵有咧啊，你讲啦。那如果你无走来台湾的时阵啦，啊，佮留伫中国大陆啦，哦，你才有可能啊，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时阵的红卫兵啦。啊，无就是天安门事件的时阵，你就是在出来吼，来咧抗争，来咧抗议的，咱这么讲啊，都民运人士嘛。妈妈敢是捌讲过安尼？是啊，啊，你有同意无？我妈妈是感觉我的个性哦，就是讲对于这款派的代志拢无忍啦，无一款忍耐迄落，对，常常会常常会讲出来安尼。所以我妈妈嘛替我烦恼啦，替我担心啦，惊讲我呢做吼对我家己不利啦。啊，所以我妈妈啊一直就是安尼想，但是我妈妈主要吼，伊原来是对国民党有正望。有寄望啦，因为伊的哥哥弟弟吼，因全家吼，阮妈妈姓王嘛，因王家伫中国四川那边，啊，尾仔就是中共摕到政权了以后，一个拢斗争，拢死呢，是，拢尾仔拢是啥物事发配到新疆啦，这个问讲啊，是安那，啊，伊讲写。讲接到一张牌，讲此人已亡故，干那安尼尔，啊，无写讲是安那安尼对，啊，所以我妈妈足气的，我妈妈足气共产党，啊，所以伊想讲国民党是唯一会当治，会当消灭共产党的，对，啊，就是国民党，所以一世人伊拢是活伫国民党安尼啦。是啦，但是话阁讲得转来啦吼，妈妈有这款的。想法嘛吼，感觉你的个性不是红卫兵，啊，无就是民运人士嘛。我啊，但是为个讲了转来讲，啊，但是共产党哦，安尼开的时阵呐，啊，你是红有泪啊，黑有泪，一定是黑有泪啊。啊，是啊，啊，所以你黑有泪的时阵，我相信你咋地啊，还是叫人轻松斗争啊。是啦，是啦，是啦，所以伊唯一的解放就是国民党。是啦，是啦，是啦。啊，个另外一站吼，就是讲2008
八年的四月款啦吼，迄当时我会记得一个郭宽敏先吼，伊要来参加着民进党党主席的一个选举啦，吼啊，你有伫迄个记者会内底有讲一段话啦，啊，你讲到你的前景嘛，吼啊，讲你的查某囝咧读高中的时阵啦，吼啊，有一届那好长的啦，吼啊，迄当时就是。你来迄个迄种将国民党嘅党性烧掉，加入民进党嘅迄个时间点嘛？吼、哦，啊，伊讲老师啦，吼、哦，导师啦，伫教室公开咧讲啦，吼、哦，讲叫伊得爱转班嘛，吼、哦，啊，伊嘅理由就是讲陈世梦的女儿我不会教啦，我阿文要这样代志无？还是真正是安尼，因为我迄个第二个查某囝吼，就是迄阵考到。伊读册还蛮读个啦，啊，所以成绩无讲介好，啊，考到迄个班级的一高中啦，吼、嗯嗯嗯。啊，伊第一天去上课的时阵，因老师就公开安尼讲呢，讲陈世梦，你不要，我不要教你，我不要教你，陈世梦女儿我不会教，我叫伊一定爱离开安尼、啊，我迄个女儿，真正是足伤心的，伤心的。第一讲，迄老师就对我安尼，啊，我爸爸唔是啥物十恶不作，啥物大派人啊，先啦，哎，他讲安尼，啊，好佳哉，就是迄阵吼，到尾也变作，到尾啊，迄个校长是有来处理，伊讲啊，无转一个班啦吼。啊！但是我迄阵拄啊，迄年我特别去美国，迄个萨巴迪国吼，就是讲教授做七年了，会当有一年的迄个休假。对啊，我得利用迄个机会，得甲带出去。结果伊伫美国读高中。所以是安尼，所以尾仔就无转班啦，无转班，转去美国去。因为转班，我嘛感觉讲说唔好啊，这是啦是啦，像那我囡仔都爱转班。所以人讲，即个已经不及妻奴啦。啊，迄当时政治气氛就是安尼嘛。啊，真侪教官啦、老师啦，啊，真侪即款党国主义的思想啦，啊，无形中间啦，啊，对着咱这第二代啊。确确实实有足大，咱讲的啊，都霸凌啦，哦，这都是霸凌嘛，敢是安尼？对，哦，啊，讲到这，啊，无咱稍休息一下，咱来听一首，这嘛是迄当时哦，你上加爱听的啦，哈，啊，这个绿色斗争，哦，这个电台，哈，你做主持人，诶，这个片头曲《台湾》。
欢迎咱各位会当阁倒转来节目个现场，啊，这是有望上水个节目。今仔日个特别来宾就是永远第一个陈淑明陈教授。啊，拄只咱所听个歌曲就是2007年啊，由台湾国家联名顶啊所主办有关228事件60周年，啊，伫总统府头前所办的台湾新世纪万人大合唱的这个镜头，啊，边啊嘛参加有得，啊，所以因为麦克伫我的手中，啊，所以声安尼，咱互大家听到啊，真闹开啊，笑了无好，啊，不过这条歌是王明哲老师。哦，真有名的一首歌曲，啊嘛是啊文化总会我做啊会长，迄当时有精选台湾之歌来入选的歌曲，啊真感谢啦吼，啊今仔日的特别来宾，啊所以因为这首歌嘛是咱这个陈淑明啊陈教授迄当时伊所主持历史斗阵。啊，这个广播电台节目的片头曲啊，我伫内底啊，逐工咧听下就对，我印象啊真深刻。啊，拄则咱就讲咱陈淑明陈教授是安怎，我讲伊是永远第一。啊，你大家嘛知影讲阿扁啊考较牛，我嘛是考啊台大法律系的系状元。啊，咱陈淑明陈教授台南一中啊出业。伊是考掉迄当时咱讲定州的啦吼，诶，即个全部诶状元就对啦。吼，迄当时有够清的哦，啊，大家人知影哦，啊，读台大经济啊是迄一届诶，即个状元就对啦吼，啊，所以真正读册有够牛的。啊，不止读册牛啊，第一名呢，啊，伊嘛是咱民主进步党。啊！伫柯信良主席任内的党的秘书长，啊，经过10年了后，啊，来担任总统府的这个秘书长，意思就是讲是民进党的党员内底第一位呢，啊，做过啊这个党的秘书长，啊，搁总统府秘书长的，哦，啊，刷入去，伊搁来担任着第一位民进党执政，哦，啊，伫咱地方政府台北市，哦，的这个。哦，人讲首席啦吼，政务啊副市长，哦，这嘛是第一个就对啦吼。啊，上界重要，伊个会当将咱台湾第一条的捷运白沙线，会当讲即个迄种马特拉布拉，我们自己拉啊，上界重要的杀手啦吼，最大的一个推手，和第一条的白沙线，哦，会当来即个迄种安全通车，啊，会使讲咱。陈教授，伊是上届大的这个功劳者，啊，当然啦，伊尾啊嘛过来创办着咱阿扁啊，吼啊有关系的这个凯达格兰学校，伊是第一任的这个校长啦，吼啊无咱陈淑明啊校长迄当时的创校，啊无今仔日凯达格兰啊学校会当延续到这卖啦，吼啊所以会使讲足大的这个功劳者。啊，所以伫遮咱特别要来拜托啊，咱陈教授呢，啊，陈副市长，我，啊，来讲迄当时马特拉布拉，我们自己拉，啊，特别是伫个体检的过程中间呢，迄当时的辛苦啦，哦，啊，来甲大家分享一下。我先爱说明一下，就是我拄啊边啊主持人所讲的地段，真侪拢是因为啊。主持人的器重，哦，我真正是真感谢啦。我这世人后半生啊，就是陈总统但主持人给我真大迄落提拔啦，哎，我所以这些是不敢当啦。马特拉迄阵哦，伫市政府的时阵，我感觉阮每一个人哈，真正拢是将士用命啦。就是因为阮的领袖哈，阮的领导哈，就是变啊市长，伊阵啊，伊所展现的迄款的魄力啊，展现迄款无共的，含过去的官僚无共的作风哈，
全台北市的，我想真侪市民拢真正是对心内感觉讲，这是气象一新呐、啊。啊，所以啊、我会当做着副，就是政务副市长哈、哦，我嘛就是感觉这是因为阿扁也是真正是背后推手。我咧讲，这个捷运进前，我感觉讲。并且市长迄阵上界重要的一个措施啊，就是与市民有约啦，与民有约，与民有约啦。吼、嗯，迄个，大家拜拜山下晡的时阵，那个大家市民拢请走来市政府来见阿扁啊，啊，因的困难、因的问题的当场的列管，哦，因所讲出来的，那无法都要随时解决，啊，的列管，啊，的我那是我家的列管，一定爱做好，让人满意哈。这款的做法和过去的政府的做法真正是无同哈。啊，讲到这个捷运哈，我那是因为。并且市长迄阵讲爱设立一个体检小组，体检小组啊，所以我的做体检的这个副，就是召集人啦吼。我迄阵差不多有二十几位的体检委员，啊，分做几六组吼，有的做机械的，有的做土木的，有的做什么管理营运的吼，拢有啊。结果一个木沙山哈，本来是什么爆胎啦、火烧车啦、火链啦、火烧车啦、冒凉灰嘞，对啦，他不要就是不要就是哈，两年中间一年外年，的结果的会当开始试营运那个通车，这真正是不简单的一件代志，因为迄个木沙山对开始是李登辉市长的时阵。的开始，啊，一直到闽南市场，十几年，可能十几年的时间，那拢无多通通车。是啦，这是非常关键啦，吼，今仔个大台北的捷运的路网啦，那无第一条啦，哦，木沙线的安全通车啦，吼，都无今仔日啦。哎，当时咱打开的时阵，我印象真深刻嘛，有议员都一直咧。讲啦吼，讲到实在袂听，就讲一定爱听掉啦。啊，无火烧车，哦啊，破链，哦啊，甚至讲迄个冒凉龟类人，讲来变做云霄飞车。对，啊，我真正我逐工哦，我呐经过迄下骹吼，我真正会提心吊胆啦。是。哦，啊，万一若发生意外啦，唔知变怎啦？啊，所以咱都一个责任伫咧。啊，我是外行的，我也无专业啦。啊，所以我来拜托咱。副市长啊，陈教授啊，来主持这个体检的小组啦，啊，咱尊重专业啦，啊，无话故你就写出三大本的安排书嘛，黄皮书啦，讲好佳哉，好唔免讲掉啦，啊，无过来巴用哦，过来安尼就了去啊啦吼，啊，所以就感觉讲，只要了我小钱会当消灾啦，哦，毛粮那个龟类，我爱当用一款拐杖锁。哦啊，土法炼钢，哦啊，会当来补强啦，啊，到处嘛是平安嘛吼。啊，你讲啊，那个所谓的火烧车旋转，哦，胎压的问题，哦啊，拨链那是卡钳的问题，拢从对症下药啦。哦啊，甚至讲啊，马特拉的人吊悬架的时阵，哦，咱讲好，啊，你要我撤走，啊，没有马特拉，我们自己拉。啊，马特拉不拉，我们自己拉。哦，啊，咱嘛是伫咱。陈淑明啊，副市长的主持之下，咱找到姐姐遐个安尼榜品的替代品就对啦，是，拢互伊袂调节啦，咁是安尼，咱就是安尼行过来。对，迄阵吼，就是海内外吼，足侪专家上较优秀的拢挖来，咱拢甲请来，对，结果像郭清江嘛是，啊，即卖高铁的董事长，伊嘛是有参加，对，江耀宗啦，江耀宗诶。一是外机，一是毛遂自荐的哦，当时李宋科院，是，啊，所以做些优秀人才，拢是你考的啦，对，真正做无简单啦，行出这个捷运的这个第一步嘛，啊，所以和你讲更加困难啦，更加有问题啦，哦，事在人为啦，有心就有力啦，上加重要就是讲咱免讲掉啦，对，啊，照常可以当安全通车，一直到这卖，哦啊，超过遐久啊，你看。啊，咱无代志嘛，哦，这是我感觉上解，即个安慰啦，啊，咱得爱。
饮水思源呐，感谢永远第一的戴淑明啊，这个大教授啦，咱讲真的啦。所以是，所以是阿边啊，无啦无啦无啦，迄当时坦白讲啦吼，迄当时咱诶眼光嘛无遐深啦吼，都阿伫为选举时阵实习嘛，啊，当时为着要做这个小内阁啦，哦，我厝内人对我讲啦，讲阿边啊，哦，你绝对爱用比你较牛的人啦，啊，用你比你较牛的人啊，证明讲阿你。有法度人成功啦，哦，啊，就是讲你会当用比你比较牛的，安尼嘛证明讲你也真牛啦，啊，所以阮太太吼，啊，就话讲，就爱用陈淑明，吼，啊，教授来做这个首席副市长，啊，因为你读册比我比较牛，哦，啊，所以呢，能力比我比较强，啊，所以一定要大胆来拜托啦，啊，就有影，我感觉讲你无企业，啊，来搭把手，我真正做了真好，啊，本来要讲做四档啦，啊，大多都唔放人，啊，三档搞讲得个就调到登去，对啊，是不是安尼？迄个好好好，待在一边吼，就是真正是咧找麻烦嘛。对啦，对啦。因为因是讲啊，毫无回忆哈，有一个怪异的，伊讲拿借调哈，借调的时阵吼，有年期的就做一年，对啦，啊，那无年期的三年。对。限制了，好多上最当借借掉三年了。啊，结果因去找迄个台北市的，唔知组织规程还是啥哈，内面写讲副市长是随市长同进退。对啊，是啊。啊，因就讲啊，这无写年期，啊，市长是有年期四年，啊，但是副市长是种随市长同进退。啊，就是有年期啊。个解释讲无年期，啊，所以叫我三年一定爱做，会调岗的啦。啊，无就上岗，上岗，别搞撤职。系啦系啦，迄当时我嘛，感觉讲足大个压力了，对。是。啊，伫迄个时阵吼，我会记得啦，因为吼，因你伫美国出世嘛，啊，所以当然得相点国籍嘛。哦，啊，所以为了这啦，哈，咱打开始啦，我都议员伫请安，都多接顺啦，讲带西讲安尼，哦，安尼双重国籍啦，双重效忠啦，哦，啊，尾啊，你选择讲你放弃美国籍，嗯，哦，对不？哦，啊，结果伫请安接顺你个哦，尾啊，当我甲讲，伊咧接顺你个同时，伊早都有双重国籍啊，是要到飞到达，啊嘛做好大个就对啦，伊家己双重国籍，啊接顺别人双重国籍，对，啊，但是你无第二个选择。你放弃美国籍？首先哦，伊咧搞咨询的时阵，我已经放弃啊。嗯嗯，因为我那边市政府，但是一个九四年，九四年在议会议个，啊，你迄阵边啊就搞啊，边啊市长都搞搞啊提醒，讲你若有双重国籍，爱处理。啊，所以我伫第二年的迄个春假的时阵。因为伫台湾，你无法度去放弃。台湾无领事馆，无美国迄个领事馆，啊，无法度放弃。啊，所以我尾啊就是利用迄个春假的期间，我就袂去泰国的曼谷。哦，你去曼谷？我去曼谷。我就随去放弃啊！伫一月底的时阵就放弃啊。是啊，是啊。啊，李庆安是到三月的时阵结束的时阵，开始讲话。但是我迄阵已经是无啊，我已经是。对啦，有嘴讲别人啊，无嘴啊讲家己的，对啦。啊，当然，这个绿色斗争啦，哈，那么在东西，哦，啊，你的理想，哦，啊，我嘛是，私底下我嘛到处都对的哦，啊，我感觉做啊做好的对啦，哈，伫内底我是做好的精神食粮啊。啊，绿色斗争，当然，迄是出自于迄个美国童话故事嘛，哦，迄个杰克与迄个种绿豆藤嘛，哦，啊，你希望讲，故事的小人物哦，啊，会当哈，大家团结起来，啊，有机会呢来打倒迄个大巨人的对啦，话中有话啦，哦，啊，别来夺回啊台湾的富足啊，甲尊严啦，是不是啊？你都是你的想法。对啦，我以前就是。大家嘛都知影，就是2008年的时阵，民进党大输了哈，啊，所以大家拢那像拢啊，做迄个做忧郁的，做迄个，啊，迄阵我的想，当然是政府啊，有做这个建议啦，伊讲吼，伫台湾你即马。
你现在做电视无在调嘛？哎、欸，本太粗嘞。啊，那个个马英九执政啊，吼、嗯嗯、啊，所以唯一的是讲，咱台湾的人民吼，有一挂基层的人民拢听收音机啦。嗯嗯。所以伊讲爱对这个广播开始来做啦，对。啊，所以我做起马英九吼，会当做总统，因为伊是廖北啊，一个做廖北的人，他会当安尼。所以我就想一定要把历史个团结起来。是啦，是啦，所以来讲，你来经历多疼感快嘛，来让连接在一起啊呢。哦啊，当然啦哈，啊，到尾啊，咱都无多啊，但是那错讲冥冥当中啦，哦啊变啊啊来。惊到啊！咱教授啊，苏木香的这个脚步啦，怎么我咧做主持人？我觉得想袂到的就对了哈，是啊，是啊。我说你是我的先輩的，所以你爱我斗智多一个，啊，看变怎好好主持。你主持了比我好一百倍。无，我这菜鸟，我真正唔捌的，完全唔捌的。是啊，真正足欢喜的，啊，这都是人生啦，啊，变来变去嘛，哈，啊，时空背景虽然无同。但是真侪理念啦、信仰，应该是当中无改变的。对，我拄啊听到迄首台湾吼，我嘛一寡过去的代志拢搁转来啊。对，迄种感受，迄种的感觉吼，也是做的。是啦，是。比起嘛的，吼，起码是啊，做。别啦，咱大家是讲爱生则切啦，啊，希望搁较好啦，我相信会搁较好啦，这点免咱烦恼啦。啊，无咱过来听一首啊，过去你做啊，这个副市长的时阵，吼，咱过来回顾。当时有一条啊非常有名啦，啊嘛感觉讲哎真有意思，诶，这个歌曲《台北新故乡》哦，啊詹宏达啊作曲，啊陆文秀作词嘛，啊由詹宏达来主持，诶，这个《台北新故乡》。
门旁，我是满街巷，打开电话找希望，啊，希望原来就是咱。台北新故乡，大家应该还阁有印象。啊，足好听的，足好听的。诶，啊，甲迄当时啊，即、這个1994年啊，当时啊，即、這个推出的即、這个啊《春天的花蕊》啊，拢总非常受到即个欢迎。啊，当然，伫只最后呢，咱阁要来请教啊，即、這个特别来宾。陈教授，就是讲你一世人哦，参加到遐尼侪社会运动啊，啊好政治啊，这个活动也好，啊，你感觉讲对一项，互你感觉讲啊，上界骄傲啊嘛，感觉讲哎啊，真安慰哦啊，曾经你安尼参悟再来。这个问题就较歹回答，我想。我想我那是历史斗阵啦，因为历史斗阵是一个，咱感觉讲台湾民主是伫一个清足是低谷的时阵啦吼，啊，这个时阵啊，看台拢真物质啊，拢四散吼，感觉讲迄落讲迄落力量拢分散去，感觉枯掉咧。啊，会当枯掉咧，我感觉这是对我来讲是一个介重要的代志啦。是啦，啊，所以民进党会当去翻身啦，南捷拢总有关系啦。是。哦，啊，当然历史啦吼，定定咧重演啦，啊，但是嘛，定定咧改变啦。哦，所谓时空背景不同嘛，所以咱嘛知影讲，你1992年做党的秘书长，2002年。做副的秘书长，啊，前后多10年，哦，啊，所以同款的道理，1990年，你站出来反对军人组阁，但是佮经过10年了后，2000年了，变成弹劾军人组阁了，哦，啊，当时咱反对啊，不会啊，但是安尼佮拜托吼，军人背景的弹劾来帮忙稳定这个政局啦，哦，啊，迄当时嘛受到姐姐、大家阿姨拍婆啊，就对安尼，哦，啊，所以时势咧变足紧的，啊，那如果讲时间啊，佫会当佫倒转去啦，吼，啊，我想讲，如果你会当佫定来啦，你会想讲要做甘为袂？我甘为吼，我家己感觉讲有做一寡代志，对。啊，就是讲，我替一寡迄落受苦的、受司法的打压啊啊无公道的这些人哈，我有替因发声啦哈。我感觉这可能就是我会当做的，起码已经年过，已经有啊，无可能去街头去抗争啦，什么吼，这款代志较无多做。啊，所以做干位哈，我是感觉有做一挂代志，我问心无愧啦，我会当安尼讲。这就是我要讲的吼，每下你来离开甘蔗林啊，做无差的啦。和你讲时间更加短，买当个发挥啦。啊，这点吼，我是感觉讲，袂使讲安尼不知为何而战。你有你的目标，有你的理想，有你的信念。哦，啊，当然啦，我会感觉讲。佮剩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你嘛是爱做好做满的对。所以这点我是感觉讲啊，足可惜的，足可惜的。啊，历史来当重演啦，吼，你讲的嘛无后悔，讲做甘为嘛，会当发挥嘛。哦，啊，所以今仔日伫只，咱真正做欢迎啦。那苏孟湘哦，永远第一的，大家拄只听啊，我咧讲，也是讲迄个种陈教授咧讲，咱会当。见证啦，什么叫做永远第一的陈淑明啊，陈教授啦，啊，今天最后啊，你讲有什么话，各位
啊，向大家做一个报告者。我会当来遮接受这阿扁啊哈总统啊，讲市长会当来遮和你做会，我感觉这个时间真正弥足珍贵啊，这个回忆我一定会肯定我的心。我嘛真珍惜了，对啊。啊，节目也差不多啊啦吼，那非常感谢今天特别来宾永远第一的陈教授来接受这个专访啊，再见，好，谢谢，再见，